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慢生活。今天请 Gardener 他们帮我把这个 fence 修了一下，原来的老的都断掉了，不起作用，买了新的铁丝，让他们在这边加了三条，是不是能够阻止那些鹿啊、熊啊什么爬过来？这个还不知道呢。这边希望有一点帮助吧，到时候看看。那些鹿老是吃我的花花，特别是玫瑰啊什么的。接下来观察观察看看。哇，这个鹿跑过来了，它怎么可以跑到院子里面来？这边内院它也沿了一段距离，但是上次那些鹿主要是从外院翻，这个内院它没有全部拉过去，先拉到这里看。如果他们到时候从内院翻的话，还得继续把那一边都加起来。先这样吧，第一步要一边观察一边看，动物也是有智慧的，他们是不是又有新的突破口也不知道。我还是希望能够和谐生存呢，对吧？这个也是迫不得已呀，希望有一个折中的办法，我的花花草草不受影响，动物们也能够自由的生存，那就更好了。和自然和谐相处，和自然融为一体，那是我的理想。希望吧，希望能够做到这一步。谢谢。